我们赶了好久就奔过来，顺利会师。Do up a 一翅膀，跟着去就对了。期待到必得这个连续打卡的第一家必翅膀。我们后面那个就是传自潮发美牛肉店，然后外面已经等满了人，它里面在切那个肉。吃完了那个，也买了那个四人套餐，实在是有点吃不下，那个粉都没吃。现在在那个粤海养生馆那个店还有点好逛。走到了车哈，我们再去打卡第三家必吃广的当锅饭。好多鸽子吃呀。是我们打卡的第一家四家必吃榜，叫博多天妇罗菜。最好难找，在一个小区里面找到之后，我们要往上爬。我现在要到了天河城购物中心必逛榜之一，没有排队居然。今天终于吃完了，今天早上起来没有下雨，那就可以出去去沙面那边逛。七家必吃榜，桥美食家，我们接下来吃早茶。但其实它其实是中饭必吃的那些菜很多。我们到了这个沙面公园，然后大家都在踢毽子。现在在海珠广场就站，我是要去打卡那家第八家必吃榜的银灯食品。我们又打卡完一家必吃榜。结束了广州的必吃榜打卡，我们现在已经在顺德了。大众点评必吃榜入围开始，发榜时间为7月5日，地点为广州小蛮腰。